哎，孩子难道就不能比你聪明吗？说不定还能超过你呢。那我们加油。这回我到单位门口了。你别自作多情啊，我就是想问你，哎，这么多的奖杯和奖状，你为什么都放在箱子里啊？还有好多都是你学生时代的，你都拿到上海来了？那些是我妈寄过来的，很久了，没必要摆出来。万一来客人了，被人看到，还以为是我们孩子的。你会不会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？嗯，都想到有孩子就更不能摆了。要不孩子压力太大。你又知道了。哎，孩子难道就不能比你聪明吗？说不定还能超过你呢。那我们加油。暂停一下你的联想。哎，我现在呢随便挑一个你工作后的奖状和我的最佳女演员摆在一起聊。荣幸。好了，你去忙吧，我保证我今天不会再打电话骚扰到你了。拜拜。玉兔啊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有件事情我要听听你的意见。